是我们的先烟。哇，好多蝴蝶呀！哎呀，走开，走开！哦，啊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炫迷传奇，取珠。还等什么呀？咱们走吧。嗯。你们来取珠？哼，想让我留在家里看大门，这次我准备充分，你们就别想拿到水灵珠。炫迪，小心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是水灵珠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哈哈。水灵珠，我来了。鱼儿，鱼儿，快让开，别挡我的道！快让开！啊！怎么来了条电鳗呢？鱼儿，快点让开！鱼儿，你要是不听话，炫迪生气了！呼啦呼啦嘟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哈哈哈！啊！不好！后来的多我也不怕，呼啦呼啦。炫迪，别冲动，是我们先惊扰的电鳗，只要我们表示出善意，他们就不会攻击我们的。那要怎么表示善意呢？微笑着礼貌招手是最好的办法。嗨，嗨。大家好。快把这条鳗鱼也放了吧。微笑，保持微笑。嘿嘿嘿一个微笑招手就想拿到水灵珠，看我不把水之源向天翻地覆。好戏开始了。大部队来了，太好了。快来追我呀，来呀，快来呀，来追我呀，追我呀。马上就可以拿到水灵珠喽。大家快躲开，大力小心。我的妈呀，
欺负我们。看我的，血蹄，别冲动，肯定是鲨鱼惹恼了电鳗，电鳗是把我们当成和鲨鱼一伙的了。我们继续用微笑策略。啊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不要再惹的是电鳗了。一定要保持微笑。嗨。既然又被他们化解了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圣母皇子的海底沼气，这是天助我也。哎呀，这下不用我动手了，我就在这儿享受一下。雪灵珠，我又来了。你带着炫迪先去取得水灵珠，水灵珠要是被污染了或者被电鳗攻击就麻烦了，我们去设法堵住那些沼气。是啊，如果我们不把沼气堵住，这水之源和电鳗就全完了，水灵珠也可能不保。那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。走。我们用石头把它堵住。我来挡棋子盾，我来抵御电鳗攻击，你们赶快堵住沼气。八道，你要小心呐。嘿，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没完成任务。这鳗鱼攻击太强大了，我来挡。我也来。蓝猫，你快去堵住沼气。好。水下面很激烈嘛，看来我马上可以回去领奖了。我撑不住了。咖喱，淘气。鳗鱼群攻击太厉害了，我们先去帮蓝猫他们吧。水灵珠要是毁了，沼气堵住又有什么用呢？沼气泄漏，整个水之源都会遭到污染，水灵珠也会危险的。可我们的任务是取珠啊。这样吧，炫迪，你去想办法取得水灵珠，我去帮蓝猫他们。
能抵挡一阵电流的攻击，你快去堵住沼气啊！啊，好。哎，啊！我来挡。躲开！哎呀！我一定要把沼气堵住。呀呀！不要！沼气堵住了，炫迪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炫迪，炫迪，炫迪好样的！这阵子水下面安静了许多嘛，蓝猫他们完蛋了吧？哎，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在做什么？老板，湖底的沼气泄漏，蓝猫他们这下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蓝猫他们已经解决了沼气问题，要是水灵珠被蓝猫他们拿到了。有你好看的啊，老板，我这就去解决。现在沼气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去取水灵珠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炫迪，电鳗在向你致谢呢。嘿嘿，谢谢。你们把沼气堵住有什么用啊？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嘟嘟嘟嘟嘟嘟！啊！拿到水灵珠啦！太好了！先退出水之源，快走！以后再也没有水灵珠，再也没有炫迪，再也没有龙骑团了。水之源被冰冻了，淘气对炫迪进行耐寒能力的训练，狼外婆却三番五次地进行捣乱，训练能成功吗？请看下集。